这个看到大家的这个报告，然后我们的处理也告一段落了，所以关键的字我也要念一下哦，就是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哈，自本次工作会议结束后哦，我们调整回归部会的平时应变的机制哦，并本于全责持续办理重建复原的工作。我要代表我们啊政府啊对于各级政府防灾救灾的相关人员这段时间不眠不休的这个辛劳表示最深的感谢跟加冕那我们的用心我们的谦卑那其实是我们台湾迈向永续发展培养我们台湾的韧性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条件用这样来跟大家共同勉励也谢谢大家谢谢。